你是不是你的狗？把狗杀开！听明白吗？看见没？偷狗的抓流浪狗啊！抓流浪狗，拿大笼子、大钳子和棒子，操妈没看着那俩狗就那狗就完了。真的，这下来不得死字儿啊！我操你妈！啊，搬家不？我要。谁管他碰疼的吗？太恶劣了！当着大街的面对狗这么残暴的行为。